欢迎来到今天的成语小教室。今天要讲的成语是除恶务尽，务是必须。春秋时，吴王夫差击败了越王勾践，越国大夫文种以重金美女贿赂吴国太宰官名匹，让匹说服吴王与越国向吴国称臣为条件赦免越王勾践。吴国大夫官名伍子胥劝谏夫差说，你不能那样做，我听说培养道德要像培植树木一样让它滋长，而除掉疾病一定要彻底，越国是我们的心腹之患，应该把它彻底消灭。但是吴王仍然决定放越王回国，伍子胥不禁感叹，20年后吴国将会被越国灭亡。除恶务尽表示清除坏人坏事或丑恶的势力必须干净彻底。今天的成语是除恶务尽。